汪小菲的大 S 风波越演越烈，21日汪小菲发出声明表示，我他差的不想再给这个家付电费了，并晒出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的 Excel 表格，内容为他给大 S 整年的家用支出金额超过4000万，其中在松永路7月12到9月12电费部分要价94201元，等于一个月约使用47100元的电费。不过无论汪小菲愿不愿意，他还是得付，却因为他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而大 S 的委任律师也被起底，就是擅长家事法的律师赖芳玉。其实赖芳玉过去就曾替张清芳、福原爱、贾静雯等超过10位女星打过离婚官司，其中最著名的一场就是替张清芳在离婚官司后获得16亿元的赡养费，一战后也被誉为女星的王牌律师。这次受托，大 S 也被知情人士直呼专业且神不拘。